Hello， 我是 champion。今天是情人节嘛，那首先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那在情人节当中呢，一定有人厌恶了正常在祝福另一半情人节快乐的方法。那我今天呢，要分享十种方式供你参考。如果你觉得这个方式适合你的话，你就拿去跟你的 lover 安利讲好，让上合理哈。来，请看下去。第一种，正常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第二种，可爱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第三种，帅气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第四种，害羞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第五种，无感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第六种，不耐烦，哦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啊，我爱你啦。第七种，歌剧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第八种，眼神，第九种，夸饰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第十种，凌晨，宝贝，情人节快乐，我爱你。好的，以上呢是十种不同的方式，虽然很扯啊，不过有的人还可以这样玩玩看，有时候这样玩一下还不错啦。那我提供这十种方式呢，如果大家觉得好玩好笑啊，就帮我这样子分享出去啊，希望大家在情人节的时候过得开心。那单身的话也没关系，因为总有一天应该会有一个人跟你长相厮守吧。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重点是要爱自己，懂吗？懂吗？各位，再见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有梦想的创作者，拜拜，我是champion。